哥，流血了！哎呦，哥，流血了！哎呦，哇！哦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表演的有点浮夸。派队长，你这个刀工是跟谁学的？我其实学过做菜很久很久。哎呦！因为我以前是为了一个电影，我是演了一个天才厨师。哦。所以有通过大概三个月的。 培训时间真的去专门去练，就是这些基本的。哦，那你扛着呀！啊啊！哥，流血了，流血了！哎呦，哇！哦！啊！ 哥，没有人理我，没人搭理你。一波一波 ，what？ 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没有人理我呢？一心啊，我听到了。啊？你刚刚说你学了三年的做菜吗？哈哈哈哈哈！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表演的有点浮夸。没呀。小心手啊，小心手。你是哪个？我今天做个鱼吧。我很快。你半天就一直在调料啊？啊。着什么急啊？你吃完我的鱼以后啊，别的鱼你就吃不了了。哟。 什么鱼啊？你要做？海鱼和鱼？海鱼？哎，我拿手菜太多了，重庆辣子鸡、虎皮尖椒，哦，还有这个土豆炖豆角排骨，东北菜？哎，东北菜，湖南菜也行。川菜也可以。潘瑞，是不是以前也没吃过我做的东西啊？ 吃过哥买过的，对，那是买过的，我吃过的。啊，那时候在北京北漂的时候呢，租了一个小房子，完了没钱吃饭了，我爸说行，我不给你钱了，我教你怎么做饭，他就教了我怎么做饭。从那以后我就每天就自己去菜市场买菜，对，自己做。